这个小烤蛋有两个味道，我吃一个是盐焗的，还有一个是卤香的。好好吃，它的外边这个是脆，有点脆皮似的香，很脆，就是梗啾的。然后是发这一箱，这一箱是30袋，然后是90枚啊，里边这个小袋，一箱里边30袋，一袋里边3颗。这个盐焗的太好吃了，里边蛋黄，爆汁。这里面吃个泡面放里边，绝了。